家当来参加即摆的迄个一二年的香港的金台金哦，非常的光荣啦。哦，不但会当安尼，哦，佮参加咱庙里即组日月安坐20周年的迄个金狮大会师，哦，非常难得。哦，啊，今仔，哦，咱迄个正月十八，哦，咱个咱金狮金一贯的迄个美好日子，哦，啊，大家也非常的踊跃来参加一贯这个典礼。哦，啊，我是讲吼。因为咱啊非常的久拢毋捌来到咱这个咱古镇的发源地吼，啊今仔安尼特别啊甲咱大家发过来遮认识一下，啊甲看咱当时咱迄个发起人、创办人，咱林秋来先生，哦，你会使讲日本时代的时阵，是咱民国二年的时阵。就来做入这个咱上基础，因为咱咱这个所在，啊，迄阵这边只叫做马道呀，哦，上底个讲，因为迄阵吼，咱的行政区还袂像今安尼讲安尼，甲无较好的方式，较拢有一个部落的方式来咧迄个咧家己管理，啊，咱这边只是上马道呀。啊，满道了，迄当时讲起来嘛，真侪住户，哦，包括咱附近遮啊，延续过，过到过西去，包括哦，迄个天童安迄边，哦，安尼非常侪的住户，哦，可能有哪有过来十户，哦，迄个30-40户应该有啦，哦啊，迄当时当然农业社会，会使讲拢真大个家庭。哦，啊，迄当时咱的台湾的人口嘛无足济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每一个家庭会使讲种丁啊，嘛拢会使讲非常的兴旺啦，哦，像咱这种小家庭，哦，较无大，啊，所以讲迄阵哦，差不多一户拢有，哦，两三个，哦，做爸爸的啦，还是做囝的啦，迄阵拢。毋是像咱正讲安尼，30-40岁、40-50岁，就感觉体能迄种较无法当来安尼做即个武阵即方面的迄个动作。吼，迄阵拢大家会使讲农业社会，吼，逐日都拢吼操劳啥货，所以讲体能也拢加真好，虽然营养较无遐好，吼，啊咧感觉大家吼体能拢真好，啊所以迄阵拢。50岁、60岁，还佫继续咧参加咱舞阵的吼，会使讲足普遍，吼，一户拢过来的。啊，即个黄秋来先生，迄当时做入的时阵，吼，伊就是以看到了即个部落吼，的壮丁来做入，吼，啊，所以讲人数较无遐济，拢总迄阵做一个加上讲24人，24名的迄个队员尔。啊，落咧参加挂奖、游行，哦，啊，渐渐来到迄个民国14年的时候，哦，即、這个黄秋来先生伊有一个黄玉锦，啊，即个后生，哦，伊个，哦，迄阵黄秋来了，较无咧管代志，啊，黄玉锦先生来接班吼，啊，迄阵就感觉讲啊，有需要无，咱就来参加党，来合作会来做，来叫迄个队员。哦，就安尼起来了，咱开始这个舞阵哦，就当讲完全，哦，完全的非常的迄个组织非常的健全。哦，啊，迄阵哦，遐所有的队员，就讲大家，咱农业社会，拢有练武，哦，拢练武。安生。所以有只固定哦，可能平均年龄可能是上少年，啊，咱
二话连讲嘛，就给忙那个，然后想下来就给布料上上电风。来来来，都来介绍来。哦，感谢啊。啊，即摆来到咱玉进先生的时吼，接手这推广的啊，迄当时日本时代咧训练嘛，非常的辛苦。伊日本时代的时吼，伊无爱咱有这个组织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，迄阵咧训练，迄阵大部分拢有做甘蔗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时阵嘛，拢甘蔗拢还佫还袂采收完成。拢伫甘蔗内底啊，安尼整理一片啊，伫阮内底训练。挖一空哦。嘿嘿嘿。挖一空伫内底训练。嘿嘿嘿。啊，毋是说偷食甘蔗。嘿，有可能啦，因为迄阵拢无遮个饮料啦。嘿。所以讲真辛苦，啊，真困难。所以讲，咱时代咧变动，啊，真大，啊，会使讲，即拢互咱，大家以恁真个年龄哦，拢想袂到个啦。就会到讲，迄当时哪会安尼？哦，啊，咱迄、那个咱即摆吼，今日来到遮，哦，咱当时吴主任先生，哦，伊个家庭也非常的兴旺，哦，啊，安尼过来，哦，过来十人，遮个生活，哦，啊，安尼去遮尔啊，安尼，遮尔啊，迄个看起。安尼非常的气派的迄个建筑吼，因就住遮，啊，所以讲迄当时伊也非常的认真咧做事。啊，即个黄玉进先生吼，伊迄个身材是足大汉，啊，个武功吼啊练啊足好，吼，非常的好个武功，啊，所以讲其实练武吼有哪。是一个以前有个人拢有兴趣啦，啊，农业社会，迄阵也无看电视，啊，无人咧耍手机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拢大部分也有闲，啊，就安尼，迄落就比隔壁啊少来，啊，会向来教细汉，安尼咧，啊，所以讲迄当时会想，伫咱庄仔内非常的普遍。啊，咱即队个，啊，咱即摆吼，咱即摆了吼，搁落来，即个黄玉进伊有一个兄弟黄玉福，吼，迄阵伊当时伊野西头，吼野西头，啊，会说讲，当然一定是惊比咱进遮个迄落搁较好啦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即咱爱搁学习，所以讲西头。要抓着爱有力，吼，就是点爱买枪，啊，所以这拢是咱学习的所在。彼当时咱咧行西头，三个人，三个，啊，伊会当一摆抓差不多两个，咱进一年拢换三个，啊，迄阵是爱抓两个，靠换啦，啊，三个咧换咧，吼，这是咱进步的空间，我们有进步的空间。进步的空间很重要，哦、啊，所以咱有进步的空间，还能继续练习。哦，有闲的时阵就出来外口抓抓西头啊，唔通倒来底拍手机啊。安尼哈，这拢咱学习的所在啦，啊，当然迄拢过去啦，哦，过去。啊，你看，像阮遮会使讲国货，大家拢有落过西京，啊，但是啊。同一科，同一科样，哦，像我参阮乖，吼，啊，像阮迄个像冠毅爸爸、阮阿公，哦，迄拢大家拢有落过赛事，包括咱即个讲，包括咱即恁爸爸迄辈，也是恁阿公迄辈，所以咱这是咱赛事的特色，哦，是咱即个讲，我头了，即个南平社即个赛事哦的特色就是讲，咱拢家己培养。啊，咱内底队员拢非常的认真，啊，拢有哪大家练啊真好，啊，咱就都唔免讲去外口请，吼，安尼，所以讲这是咱非常好的一个传统，吼，啊，咱希望咱在座遮的队员，吼，啊，拢会当安尼来学习，咱遮教练，吼，啊，总教练因较早安尼对遮这个武术的投入，吼，啊，当安尼，从继续甲咱。迄、那个，即、這个金赛镇吼，即、這个
迄落吼，啊，就安尼一代一代甲传落去。吼，咱输人毋输天啦。吼，虽然咱比较讲源头了，咱平时啊，即个部落吼，户数毋是足济，会使讲若伫武进来讲，算是上少户个啊。吼，无啦，还佫有像迄落乌顶啦，吼，啊像八分，吼，因有哪拢无比咱较济户，尤其乌顶啦，佫比咱较少户。吼，啊，所以咱还佫算好个。啊，当然，即有哪会当安尼，逐个即个来参加吼，啊，而且，会使讲有哪拢真欢喜，像个会当来到咱创办人遮个即个发源地遮吼，伊看着咱安尼，逐个拢遮尔啊缘投吼，啊，遮尔啊安尼身体遮尔啊高强大汉吼，伊一定非常欢喜。安尼啊，所以讲，今仔咱就来到遮。即咱个西镇个特色就是安尼啦，会使讲拢一代传一代吼，甚至同一个镇吼，落像咱迄个邓教练吼，庆文个吼，啊因阿元也拢参加，阿元毋是敢会晓讲讲尔呢，吼伊行拳头啊，行腿啊，吼即伊拢会，啊所以讲真好啦。啊，扑啊拍落，即摆就安尼啊！啊，未娶某，紧娶某娶娶个，啊，生迄落咱西段啊较欠，啊西尾啊也欠，吼，即爱继续落。有，老师啦。啊，我较紧嘞。听袂啊？你有哪落落？你张台，你阿元在烧。啊，就咱即厝个总教练吼，哦，即迄个黄金水先生吼，是讲伊是十几岁，并参加咱即个竞赛节，哦啊，当然是咱进现有遮个拳套，哦，嘛足济拢是伊学习过，哦，迄当时咱。咱要改做西头的时阵，哦，咱吉祥工要来改做西头，咱有来请过迄个咱吴正啊遐，哦，迄个西头员啊，哦，食迄落食先生，哦，来甲咱教西头，后摆咱就安尼一代传较紧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包括讲咱较早安尼拳头师，哦，咱迄个阮六叔啊，哦，迄个洪师。哦，伊就去外口呾学真济，哦，伊当时少年的时阵，拢出外咧拍拼，哦，啊学真济个拳头，哦，伊阵个做工课以外，若有闲，啊就安尼手摸臂摸迄落，啊所以讲，拢伫即个拳头即方面哦，拢大家学啊真好，哦，啊伊就当来咱上台的时阵，哦有呾安尼不熟啦，就有呾也袂讲啊我遮。家己学，家己练就好。拢安尼教咱遮个庄园遮个迄落习惯，吼，啊，所以讲，大家拢真侪拢有学着。啊，当然还佫有其他个血统，啊，就像平溪西伊个关庙迄边，平溪西遮，吼，伫咱山头内底有呾真侪人学，吼，包括咱阮叔西，吼，伊就有呾佫去迄落北部遐安尼有呾非常个精进。啊，倒来啊，安尼，家己所学的，家己，遮安尼拢，只要咱逐个有兴趣，啊，伊也拢非常的会安尼，全部拢安尼教予咱。啊，所以，吼，伊遮的这方面，吼，咱就，咱底下讲一段，就是人才真出去，吼，咧开馆也好，就是表演也好，咱其实拳头拢，会使讲足一套。啊，是讲即摆大家对遮拢吼会当搁用较侪心的，啊，家己练拢较好个，莫讲吼咱安尼差以前个师傅差啊遐济，啊，咱尽量来个学习。啊，就讲即会使讲拢咱即阵在阵上大个特色啦，会使讲教练啊来家己来担任，吼啊队员。即讲大部分，讲参咱整理演员的，安尼靠有咧来做咱即个赛事，啊，所以咱即个赛事出去的规矩，哦，即讲
做伊所欲个啦，你会使讲是咱上值得迄个安慰，啊，搁上值得来到今仔咱今来到遮吼，哦，对咱个个创办人，吼，那安尼，伊一定会真欢喜，讲哦，啊，咱自己遮个少年个规矩遮好，哦，是袂功夫无对伊袂对，哦，啊，这是因为时代个转变，啊，搁是即个规矩，哦，即个行为。哦，拢无输着较早，哦，会使讲伊应该是非常个安慰，啊，非常欢喜。啊，即摆，咱即厝哦，咱领队了，哦，啊，拜托咱吴俊先生来担任，哦，啊，这也非常难得。哦，伊以前少年个时阵，哦，伫军中安尼服务，哦，啊，有呾学着真济迄个训练个方式个方法。啊，所以咱一句吼，会当安尼认真来听伊的迄个训练的一寡方式的指导，我相信吼，对咱非常足大的帮助啦吼，唔仅是即个武术啦，包括咱吼出外吼的规矩，那拢会当也真济的迄落的地位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大家在锻炼之下吼，啊，尽量来配合。啊，咱吼来介绍，吼来介绍咱即个创办人的迄落第四代，吼第四代，咱正方诶，啊甲正义阿过来。第四代啊，即咱吴秋来先生，啊来吴玉进，吼啊来伊即个迄个吴武德。哦，啊来，即武德啊个后生，正红啊，哦，啊即第二个正义啊，因哦，拢非常拍拼，即事业方面拢搁非常拍拼，哦，啊所以即拢值得咱去学习，哦，啊，即咱讲今仔日，伊也会当安尼为着咱要来，哦啊，安尼办香啊，哦啊许个头前许臭刮刮。所以讲，因为咱非常的诚意，啊，非常的对咱足欢迎，吼、哦，当讲安尼，搁是因祖先，吼、哦，啊，创立，啊，搁会当安尼，看到咱安尼，当安尼传一百年，吼、哦，即你家想，即安怎开，啊，当安尼才好啊，传这久，搁简单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伊也非常欢喜，啊，伊嘛对咱这个乡嘛非常的关心，啊，时常过去啊。咱心里安尼感谢，好啦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这个黄秋来先生哦，迄当时伫遮有呾足济土地，迄当时日本时代足济土地。咱即摆看会到的哦，迄个窟啦，咱头前即个窟啦，就是咱黄秋来先生吼，啊伊安尼，迄阵是主要为是本来是平地啦。平地了，有哪农地，哦，啊，为着要鼓励较侪人来带咱砖头的，哦，咱砖头较兴旺，所以讲伊就吼附近遮的人，哦，啊，恁来，啊，遮地了较低，我今仔无，我即块地互恁挖土，挖伊土土地较悬，较袂落雨，啊落雨啊就浸水，哦，较安全，吓，啊，所以讲伊对咱西头的奉献。对咱砖头的照顾，哦，伊会使讲拢规个迄个伊个观念，哦，其实拢值得咱去甲尊敬，啊去甲学习。哦，啊，即摆咱即块地，因为伊个窟啊，真遮细窟，哦，咱专程到咧，哦，伊嘛知影政府呐，即遮细窟是专门食，啊，即摆来来用做。后日摕我三万大衫有来放啊，啊有我钱啦，红干红干，哦，迄大只个只啦，啊后摆咱若西进咧生意，就是咱就好客卖，好客食，好客食落去啊，啊主点心爱啦，啊好客卖，啊来开一单收成几十万啦，啊咱这边就有，后摆吼津贴发十万，吼。红柑，我买了红柑，我来做果，哇，有经验。啊，即摆咱家己整理做迄个生态处，哦，哦，迄当时咱社区努力，哦，啊去
去甲咱迄落水土保持局，啊，搁着小可咱一个工作哦，请经费，啊来甲建设路边安尼，而且讲咱若有闲，来遮安尼行行，啊来遮啉茶，拢而且讲拢非常欢迎啦。啊，当然天气爱好，反正然后袂冷。遮是啦，安尼，大家敢有啥物问题？还是教练来补充一下，迄个咱就比较。来，大家注意。咱今天真的是很难得啦，地界的所在，咱的庄教练都二十科，应该是十几岁就参加了，所以对这个。对这诶屋顶还有从啥，他印象是很深刻。你看咱，你家头看这种诶造景吼，早期叫做大户人家才有的。所以讲，你看这种东西保留到现在是很不简单，他们也应该是也很用心功夫吼，都那做法留着。啊，这早期没有大户人家没有这种建筑物，应该是没有啊，所以他们也很用心。啊，咱现在吼，咱庄教练来，咱庄教练。我为甚物叫头哥？因两个兄弟哦，我叫跳哥，叫俊杰个。俊杰个参阮爸同年纪，他今年七十几岁了，我讲要叫俊哥啊，实在是讲叫个。所以他也叫俊杰个啊。跳哥来讲年纪比较，我比他小，但是这样看起来比较年轻。啊，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叫啊。啊，所以小俊杰拢七十几岁了，啊，个我都伫咱个屋顶内底。这样子活动很自由，真的很不简单。有一天我今天，我今天老公我到七十几岁，还搁伫这个屋顶内底咧活动哦，而且算用。咱这个我同咱总教练，还搁咱做教练级的，搁伫屋顶这吼，这叫伊讲两句，伊拢足，他很客气。啊，互伊讲两句好无？啊无，我叫伊讲两句，啊，叫他几位。你甲因讲一下，都有机会来到遮。你迄阵吼，辛苦的所在啦，啊，佮超早起的迄种叫啦。啊，大家好啦，大家好。迄个时阵，我讲介绍一下好嘛。哎，迄个时阵都，会使讲咱遮的镜头就是一只发源的啦吼。迄个时阵都农业社会啦，大家拢也应用哦，啊，就安尼拢，就来做伙啊，规个啊，就来。去兼啊开讲，也是安尼，去兼啊安尼练习安尼啦，啊烧门安尼啦，就像真安尼靠遐，也是做专程啊遐，伊就安尼，规个啊做伙啊，就大家安尼去兼啊安尼烧门，啊安尼较会进步，啊是欠门啊遐，伊就是安尼遐咧，拢安尼，正生意安尼在甲咱指导啊，安尼，因为咱这吼若无安尼。大家安尼问来问去哦，啊，伫个顶坐个就安尼看个，即个即项物件哦，若无安尼练习，可能无法度通会进步啊。即个算讲有比较，就较用时间个物件。大家想将来哦，较年岁较济啊，毋过。若有咧训练，身体有哪会较好？有哪比较有较有，抵抗力就较有啦。人啊咧上课，人啊咧走路滑，人啊太走。是啦，就安尼，今日就有这机会，拄好来遮，无我真少拄好来到遮吼。安尼，有这时间吼，通做伙在遮安尼讲些闲话，安尼，互大家安尼做参考啦。嘛，加咱滴啦，咱这个有四个教练就是，我就是想讲经营啊，但只吼，这个咱四个教练，来，教练来，快谈起来。我没啦。来，我没。杨丽，杨丽来，看。有，但是啊，人咧，较亲切的，较亲切的，好，来，啊，到迄个叫么大，来，甲过来，甲过来，拢交袂快。哎呀，好啊，好啊。原料较少啊，爱较少。我买一只。
啊对啊，咱注意。合照一下，这样有摄影机咧。大多咱注意，我咧讲吼，其实我早是在陆军单位当，我是伫压舰单位。现在我们的汉光二十几号，我从汉光一号打到汉光五号。